哎，我爸爸请新教。中西港新新名单足久的啊！大溪不是你的家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你就是我对新婚社无感情性，你嘛是我的家呢。我已经习惯没有妈妈了，以后也不需要。我觉得大溪早就没有家了。新名的只是回去的路。神之乡九月十八日晚间十点，就在华视频道。